我要过来，我们一起看电视。他说我在帮猫咪梳猫毛，他就是非常爱猫咪这样子。我有时候会一直威胁他说：“你再讲话，我就把猫咪丢掉。”猫跟玉兔掉进河里，你要救谁？救猫啊，它会游泳吧？猫咪可能不会、啊。你不知道它不会游泳。应该说，如果玉兔真的把猫丢掉，要跟他离婚吗？他应该不会。没有这么说。没有这么说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